是沐浴大成功。今天非常高兴来启动我们2025年度我们环境保护这么重要的一个计划，先由我们的静海以及我们卵丝馥郁的一个活动来揭开我们的序幕。当然，我们这个活动不是只有静海，我们后面还有一系列，我们举办陆续要举办6场，还有一系列的静山，还有静滩，还有静河。好，我们所有的这个环境的相关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年度都会作为我们的服务社区关怀的一个主轴。今天很感谢大家来参与这一个卵丝馥郁的一个盛事哈。那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差不多卵丝会过来产卵。那因为就是环境的变化，有珊瑚变少了，所以我们就用人工的方式，啊，盖一个5星级的大饭店啊，让它来产卵。那我们馥郁的功能是怎样？就是说让我们的海洋资源更加的丰富。那他们最辛苦的就是这些潜水友社，他们还要有任务去完成这些事情。神奇浮轮，精彩绝伦，环境保护，地球我护，国际浮轮3482地区2024-25年度环境保护净滩净海馥郁卵丝活动正式启动。我们这次的近海活动呢，最主要是要做海底下的一个环境的维护保护。这一场是我们今年度就是非常重要的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首场的启动仪式哈。那其实今天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近海，然后跟馥郁卵丝。那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潜水教练老师们一起参与这个计划，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投入这个海洋的保护，让我们的地球变成一个更精彩的一个环境，让台湾这个四周环岛的一个台湾能够变成一个美丽的宝岛。